不同队的人一起进，咱俩进不能一起进，你得比如说你得跟加德让他们队的其中一个。我见过。哦，对，怎么了？一分钟进去找钥匙，一分钟猎人就会放出来。你别进去了啊！我还没进去。对你进去容易出不来。搞什么？一只脚，二只脚，三了。我操！起来，进进进！一分钟，加油！找不到啊！那个画，你要走了？就是、不是，我害怕了。你这就走了？我害怕。那个画里面，画后面有没有？别让他们干扰你。不用，我们不用，不用。我害怕，我们不用。啊，我找到，找到。我害怕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我去哪里？不是，金色的。就这一季就结束了，你以一个失败的领导者为告终。整错了，炸我是金。哎。别走啊！再叫一个你们的队员。你跑啥呀？我害怕。啊！给打电话叫人啊！叫人！林远，亮哥，你赶紧对着的那个，对着的那个、好多人的加盐，大团那边，中央是正对着的那个，看热闹。你进来，队长。好嘞，好。没事，先答应着啊，就不去了。因为加盐是第一回来，不知道我人性，我一般都是什么都说好，结果什么都不干。跟我买的道具是一模一样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龟壳。我成功的骗了一个龟壳出来。宝哥，你快把你龟壳拿走了。一会儿回来让他是交3000块钱。我先把龟壳藏起来。